较有趣的是小灯跟雾灯这两个东西。小灯的部分，因为它是 LED， 它是可以调整功率，它可以比较亮一下。所以其实它不只是定位而已哦，它也真的也有照明的功能。首先哈，这中间这个我们先把头绳拿掉，然后把它旁边拉锁拉以后，我就可以把它挡下来。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得是碰到里面，把两边的这个头拿下来，这就拿起来。对对，你就直接拿了。对对对，不会。而且你还可以把它放在更多精彩内容，锁定晚上10点《地球黄金线》。